五块钱，你再给你十块钱，我这拿一个得了呗。你拉倒吧，你别，我这这这二十来。打我！这条子扎的挺好的，把儿挺长的。我就削你十块钱。我看一个呀，十五啊。人家往里，他这条是坑，他这扎着，他扎的挺好的，这把儿长，省得弯腰了。溜达玩儿。你看这条子多少钱一个呀？这个。要是差满十五块钱，啊，你买也是五啊，我以为我买十块的，哈哈哈哈哈。你那咱要二十，你看现在看看去，开玩笑的，不是，就是，挺好的，这把长，你想买啥呀？我买一个，那走吧，买一把啊，挑一个这个平整点的哈，都一样的，我扎的条基本上都差不多，这手艺好，哪个？这个。 哎，这个，嗯，这手艺挺好。我看看啊，你说这个东西，这个，挑到最后，挑到最后哈。那这几把条数，你都挑不出来哪一个好。嗯。我说这个地方平点好呗，就是这么少少的匀劲呗。现在吧，没有那样的。 都是大点儿，你看那个鸡扎都真是的啊！那你出了自己，咱这是手扎的呗？自己扎，自己扎，自己扎，挺厉害。不是，我咋给你钱呢？我有微信扫吗？不是，我没有手机，你不用扎，你给我现钱。我现钱我还得回去拿。你那我那个那杀猪卖肉。你跟他们换一下子吧，跟他们。行，我跟他换一下。这个刚刚那大爷说让我上哪？ 这大哥能给你换个零钱吗？换个十五块钱，我扫码扫给你。好，谢谢了，大哥啊。嘿嘿，二十六。好嘞。这能车哈，你像老大爷是没有零钱的。来土豆了。哎。那大爷，那十五，好，挺好的。拿走吧。嗯。那你就这么能花了呢？今天呢？啊，八十。再加这个。八十八呀。就是啊。天哪，这身体也太好了。 这像70来岁似的，你信不信呢？我不信呐，我现在，但是你说的我得相信呐。问问他，八十八了。那可不咋的，那这身体真硬朗，这头发都没全白呀。没有病吧，就是好，有病就完了。对，不管岁数大小，你看你这说话方面像60多岁的。对啊，嗯，50多岁的、60多岁的、70多岁的，一般的都没有了。啊，是。比我岁数小。 你这体格活100、120来岁的有可能，就是我见你吉言，可不可能是。像我们这岁数大了啊，就像那手痛的刮似的，不碰还掉呢。但是你这身体这气色哈，这一举一动看起来都好。有病就完了。啊，共青团给钱呀？以前是军人呐。老师啊，这是。医生，你爸和他俺俩同岁。 这老爷，这应该叫爷爷，其实以这个年龄是老师。有病就完，离我斌，啊啊啊！离我斌，对对对对对，和离我祥他们哥俩就对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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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人老刘家啊，对对对，那些人老人我都认识啊，跟他跟李春阳，嗯，他们是哥们儿啊，就是乡里那个李昌军，你认识不？我不行啊，我这个也是年龄小，也不经常在家，都不认识啊。你现在是？ 念书呢还是？我是上班了，现在。上班了啊，我在上海啊。啊，那是咱家，我这是老家在这儿。对，家在这儿，根儿在这儿，就回来溜达溜达。回家来看一看。对的，看看父母。那我知道了。这身体真硬朗啊。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忙的，大爷啊。嗯。这是应该叫爷爷，但是长得像大爷，年轻呀。行。啊，好。